大家好，我是张梦雪，是这次全国人大的代表，我是一名运动员。接下来呢，来给大家看一下我的一天都会有什么样的事情。就是我们这次的一个名册，然后这是我的一些证件，就大概带这些东西。然后等一下就直接到会场。因为上一次可能正好跟我的比赛有冲突，所以没有全程参会。这也是我第一次全程参加这个人大会。现在我要去接受一下媒体的采访。现在呢，我已经到了采访的地方，这里是采访间。大家看一下，等会儿我要在这里接受采访。因为奥运会要延期一年举行，所以可能我们要重新的进行一些审查跟体检。好，现在我的采访已经结束啦。现在我要去吃饭，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次的吃饭的情况。现在我要去人民大会堂，然后进行今天晚上的最后一次会议。这就是我今天全部的行程。我已经坐上了去开会的车。那今天先这样，拜拜。